Hey, 大家好，我是尚恩，今天我们来自奇尔在中路的实战解说。如果你觉得影片还不错，并且还没订阅的话呢，你可以考虑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可以第一时间获得最新影片更新。觉得影片还不错呢，也别忘记点个喜欢。这套配装呢，是我个人在排位赛测试了比较多场之后觉得非常好用的一套配装。我们一开始先帮忙走位，注意一下敌方英雄，提防他侵犯我们的悟空打野。前期跟拉兹对线的关键呢，就在于躲火球，并且尝试着使用一技能清小兵的同时呢，伤害他。那这边我们的凡人一开始呢，他走位的失误被敌方控制到，因此他要交出一个人头。这边我们先帮忙缓速，让我们的三营成功逃脱。我们先来说一说我们的出装哦，能量法球呢是有必要升上去的，因为奇尔是需要用到他的血量、冷却时间跟魔法伤害。由于奇尔呢是一只高频率施法，可是单体伤害不会高的英雄，他不像克里希这种一个一技能就很痛的角色，因此呢爆裂法杖对他是没什么效益的。我们呢这一次会注重血量跟生存能力的出装。那如果敌方的魔法伤害很高呢，我们可以不出巫妖王冠，改成德鲁伊战甲。这边我们尝试偷敌方主卡的红 buff， 可是我们失败了。这边我们要注意走位，不要让敌方的拉兹二技能命中。跟敌方拉兹比拼呢，其实就是在比心理战。那奇尔跟拉兹单挑呢，我们是非常大的优势的，由于我们的大招能够躲过他的绝大部分伤害。可是呢，如果他能够成功的击飞我们，他还是可以打出一套连招的。因此呢，拉兹跟奇尔也是一个技巧的比拼，可是奇尔会稍微的占优势。这边我们猴子由于有红 buff 跟制裁的关系哦，他成功的带走了使用了位移的技。那这样一来呢，魔龙死了一个之后，我们有人数优势，我们是可以争夺这条魔龙的。我们先帮忙弹一点伤害，让我们的打野的状态好一点。这边我们发觉敌方的拉兹，我们尝试去把敌方的拉兹赶走。这边我们是优先躲过敌方的主卡、哦、后来我们再开个大招，我是想要躲过敌方主卡的连招。这里我们可能要牺牲一个沙尼，非常万幸的是沙尼成功逃脱。最后呢，这一波团战我们是一条魔龙外加四条人头，是非常赚的。四条人头呢，就是刚刚还有一条是井。大家可以看到我刚刚玩奇尔呢，在团战的走位就是我们的技能在冷却的时候呢，就要避开敌方的距离。这里敌方艾里使用了大招，我们尝试过去把他击杀。那这边敌方艾里用一个走位躲过了一技能。因为我们的大招快冷却好了，我们有大招的话呢是可以一套把他秒掉的。我们先等待一下，他大招好了，我们给他一个一技能，一技能两段命中顺进去，再开个大招，救敌方残血，我们再一个斩杀。成功收到敌方艾里的人头。那斩杀的特效呢，在体验服他已经改过了。这边我们抓到一只卡拉，可是由于他的大招呢，我们应该杀不死他。这边我们先回去守了波兵线。这边我们发觉小地图上呢，主卡在乱敌方的主卡、哦，我们队友追的有点深哦。这边呢，本来我们是在犹豫要去支援，还是先把兵线推进去。后来我们选择了清兵线，而这边呢，我们的主卡被敌方的支援击杀。由于我们的大招在冷却呢，我们是没办法做太多事情的。那这一波呢，我们的队友可能要送三个人头。这边敌方的拉兹成功了三连杀，拉兹飞起来是非常可怕的，他伤害呢足够一套秒人。那这边我们先给他一技能两段，配个二技能跟大招，先把他击杀，就普通攻击刷新我们的二技能。那奇尔的二技能的触发条件呢，刷新条件是我们给敌方叠了三层的封魔印记，之后呢普通攻击就会马上的刷新我们的二技能。可是如果敌方死掉了，我们没办法普通攻击触发敌方的封魔印记，我们的二技能则不会触发。我觉得呢，如果改成只要敌方有三层封魔印记，被我们击杀也刷新二技能呢，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弹性，对奇尔来说会比较好。那刚刚我们被敌方的主卡一套哦，由于我们的出装呢是有能量法球跟物防鞋，我们是比较硬的，因此敌方没办法把我们击杀。
如果出小法球呢，刚刚我们的血量可能就会见底，然后敌方再配个斩杀或者会强行把我塔杀，因此呢出装多少还是有些影响的。我们近期大招给敌方的拉兹，接着把拉兹当跳板我们刷到井的身上，然后我们再预测他走为一个二技能，最后普攻加斩杀。大家注意到一点呢，是我们普通攻击距离是比较远的，这边我是想要直接开魔龙哦。然后我注意到队友在追这个塔拉，由于我们一技能的第二段没有命中塔拉，因此我们是没有办法把他击杀的。其二，一技能的二段命中是非常重要的，有一个小技巧呢，就是抓我们一技能的最远距离，就是那个飞镖回来的位置，这样来说呢，敌方就一定会命中两段。当然这个是比较考验技巧跟距离感。这边我们成功受不了魔龙，然后再往中移动。目前打下来呢，我们是有稍微的领先的。这边有敌方的主卡，我们先使用二技能躲掉他的击飞。大家注意呢，我们对上主卡最重要是躲他的二技能，因为主卡的二技能呢会接大招，这一套打下来呢伤害是非常高的。我们先去支援魔龙路，我们这里先刷个二技能给敌方塔拉，然后再使用大招。这边配我们的队友呢成功收掉敌方的塔拉人头，这里我们就不强行约塔了。那我们的猴子呢成功的击杀敌方的井，可是呢他也因此交出人头。这边是不应该进去的，由于我们的状态不是很好，血量比较低，而且技能在冷却中。那这边我们看到凡恩还是进去了，因此我们就进去救他。最后呢，我们成功收到主卡人头，跟敌方一换一。那大家注意一个小细节呢，就是我们有注意到我二技能已经刷新，我们慢动作再看一次。我们的二技能会刷新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我们的普通攻击打下去的瞬间呢，一技能的二段回来把敌方叠了三层印记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一技能第二段回来的时间呢是比动画稍微快一点的。如果我有注意到这一点呢，我们就会使用我们刷新的二技能把敌方的拉兹击杀，这样来说呢，我们就可以打一个比较完美的团战。大家也可以参考这一点。我们自己先往中路移动，把兵线清一清。目前的局势来说，魔龙有20秒出生，我们也可以注意到我们的打野是在地图靠下半部的。那这边我们尝试去支援我们的主卡，那这边我们发觉我们主卡血量太低了，而敌方的主卡有全技能，他应该逃不掉了。这样来说呢，我们就转移目标去找敌方的艾莉。这边敌方艾莉呢应该是使用三段位移往右边往他的家里回家了，那我们就先把兵线推进去防御塔，然后呢我们直接去支援魔龙。这里我们的猴子觉得魔龙一定会掉哦，他想要拿上部防御塔来交换。这边我们先把兵线往防御塔推，就是说呢，敌方不来守的话，他们就要损失一波兵线，至少要一点交换嘛。那这里我们被敌方主卡打了一套哦，大家注意到呢，主卡打我是不会很痛的，由于我们出装的关系。那这里可以看到能量法球跟布防鞋是非常厉害的。我们自己先配合队友杀掉敌方的井，最后再使用个大招进场收到敌方的主卡。那敌方的艾莉被我们叠了三层的封魔印记呢，因此我们就可以继续的把他追杀，完成一个连招。最后再展示一个斩杀特效给大家看，因为呢斩杀特效在未来更新就会变成别的样子，大家要好好珍惜，多看几眼。这边我们尝试摧毁敌方中路防御塔，结束这场游戏。敌方的复活时间还是有点久的哦，我们这里的沙尼呢一马当先直接去弹着防御塔的伤害，那我们朱克还成功预先敌方的井。以上呢是我带来的奇尔在 S 字排位赛的中路实战解说。奇尔玩得好的关键呢在于及时的支援，并且呢团战的时候一定要流畅的连招，顺利的击杀敌方的残血跟后排。那如果大家觉得我影片还不错呢，记得订阅分享并且点个喜欢。我是商恩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